我们这一届的征件比赛啊，我们总共都有全球大概34个国家，然后有228件的作品来参赛嘛。那我们之前经过了初审的评选之后，我们选出16件，这个16件的优秀作品来进入我们的复审。那当然呢，今天也是经过这些评审老师们非常热烈的讨论，经过2轮的评选，然后才把这次的金银铜奖得主才产生。编号9号490票，编号10号496票。Io sono molto intuitivo quando devo scegliere, allora guardo quello che mi colpisce forte, già quello scelgo, no? E poi tra quelli comincio a guardare cosa mi può interessare di più, cosa ha più qualità, capito? 那在这次的复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六位艺术家里面，其实是一个国际的眼光中，所这些评审团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形态。I should hope to go into the judging with a very open mind, because art and sculpture transcends language. It shouldn't need to be defined. I should be able to elicit an emotion and feel it.And then to understand what the artist's message is. 今年的这个力宝国际雕塑双年展，很特别，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充分的手感的呈现。上一届的作品里面其实是比较偏向造型性，然后应用了材料里面大多以石头跟金属为主，可是这一届里面似乎我们看到它的多变性面貌是比较丰富的。就是表现上是更加自由的。他们不管在材质的运用，或者是对整个形态的思考上面事实上还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哦。蜕变，其实不论从时代啦、社会文化，或是从艺术本身来看。都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那我们从这一次的作品来看，大概都反映了这样一个精神。透过雕塑双年奖的这个平台，它事实上就可以从不管是技术面、材料面，或者是雕塑的整体思维哈，提供给参观者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观看或者学习的方式，特别要感谢力宝文教基金会，提供一个这么有高度的平台，给一些国际的艺术家来参加比赛。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一个社会的一种某种底层的氛围，而且一种文化的一种提升的一种力量。这一个机制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等于是创造一个机会，让艺术家表达、表现，让艺术家呢进行国际的交流，让艺术家也观摩到别人的创作。所以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起的支持跟协助。